品业啊，林老师，对对对，唱将很会唱歌，哎，台出唱片，那你不是都破关破完了？对呀，一起他们抽彩，哎，就搞清哎，你跟大家说你在哪个比赛比出来的？超级红人榜过二十关，二十已经破关了，他七个月就破二十关了，年纪最小的12岁还出唱片啊，对，哎对，就是出我的新单曲《成长的歌》，那现场给我们唱一下的小朋友，哎好，可以，好来。哎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唔惊头前风雨，我一直认真地行，我期待有人听到。我起来当卡利家，对，爸爸妈妈很显然是被爸爸妈妈发展啊，不是啦，你们是画卡啦，有满满的爱，卡的舞台啦，不错，成长的歌给他支持一下。